家收看《侨民日志》。噔噔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《侨民日志》。今天《侨民日志》要跟大家开箱这个，这个是我的 Apple Watch Series 6，然后我是买40mm， 不是44mm。OK， 那我现在就开箱给大家看吧。它这边有一个箭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从箭头这样撕。然后就可以往上开吗？这样子就可以打开了。我的 watch 在里面。好，这个就是盒子，然后盒子摆在旁边，盒子没有用。OK， 这个是我买的 Apple Watch， 然后我是买红色机型，就是 Prada Red， 然后它这边就是它的背面，就是 Prada Red， 然后买的是 Series 6， 是红色的。OK。好，没有错了，我就可以开箱。这边有一个箭头，有吗？那我要把这个撕掉。OK， 它的保护膜就很轻松的撕开了。OK， 放到旁边。接下来我要打开这个，对，它是这样拨开的。这个盒子放旁边。OK， 它现在有两盒，一个是我 watch 的一个机型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开机型哦。OK， 它后面一样，这边有两个箭头，一个箭头，两个箭头。所以你要这样子把箭头撕开，它就开了。然后这边也是。你要把箭头撕开 ，OK， 它就开了。然后再来，要登场了。我要把，它是一个这样盒子，我要把我的盒子拿开。OK， 里面长这个样子，这个是说明书。里面有附一个这个充电线的电源线，这个就是我的 Apple Watch Series 6的机型，它是红色的，有没有？这边是写，对，整个是红色的，很漂亮。OK， 然后我要怎么拿出来？这样推开。整个都是红色的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是萤幕，然后这四个点点是现在，因为我买的这个 Apple Watch， 然后它是有测血氧浓度的。我会买这一支的原因，其中一个这四个点点，它是主要是测血氧浓度的，它会发射一种激光的东西，会到你的皮肤的底下，这样子，然后它就会测到你的血氧浓度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开这个，这是我选的表带，噔噔，这是 Prada Ray 试用的表带。它是搭配这个，那一样这边有一个箭头，你可以照这箭头这样撕下来，噔噔，好。然后它这边有写它是40mm， 所以它没有送错。那我们这样就打开它吧。一度，好，这边有个这样子。可以这样抽开它，噔噔噔噔，
这是说明书，它就在里面。哇哦 ，OK， 它这边还有一个胶带。OK， 我们这样把它打开，然后我们要怎么把它装上去呢 ？OK， 它是这样子，它有粘性的是这一面。OK， 它有粘性的是这一面，所以这一面它是朝外的，然后我们就让它这样朝外，然后这两个要扣在我的那个表的机芯上面。然后首先它其实这个没有上下分，它在教学的时候，你 40mm 这边有没有？你可以朝里面这样。这有一点点小小的咔的一声，然后这边也是从下面这样咔的一声 ，OK， 这样就戴上去了。然后我刚刚按到电眼键，所以它现在是打开的。那我们先来试戴吧，它是这样子，它可以调你的松紧。那我们来套上去。我习惯戴左手，然后有些人可能喜欢戴右手。OK， 好，这样就完成开箱了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